我终于当上有钱人的白月光替身了，每个月给我30万还不管我，白月光回来就给我1亿让我滚。我刚滚远，又哭着求我回来，对不起，哪凉快哪待着吧。沈乔提出离婚那天，我正和他奶奶在一起，我们两个蹲在院里，大眼对小眼，手上满是泥，正移植一株3年的月季。老太太有情趣，喜欢侍弄花草，还爱亲力亲为。我作为工具人，每个月拿着几十万的工资，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投其所好，学习了花草养护知识，哄他奶奶开心。保姆拿着手机过来时，我手上有泥，腾不出手来接听。奶奶探头看了一眼，是阿乔，不用接。但电话响个没完，对方似乎不打通不罢休，我只能起身进屋洗手。这小子烦死了，天天跟我抢孙媳妇。沈家奶奶在后面老顽童般小声抱怨。温晨宇回来了，对面只说了一句：“温晨宇，沈乔的白月光。”我陷入长长的沉默，说不伤心是假的。当初沈乔让我和他在一起，每个月给我30万，只用让我顶着这张脸每天出现在他身边就可以了。我才刚赚了2年，就要面临下岗危机了。我们分手吧。我沉浸在失业的伤心中，没有回话。我给你5000万。好，我同意，但我没有开口。不能这么兴奋地说，不然太不给金主爸爸面子了。对面却当我不满意。1亿，税后。我快被钱给砸晕了，暴富近在一瞬间。但我还是压下兴奋，矜持开口，可以。你现在就收拾行李，半小时后我回来和你签赠与协议。我要带的东西不多，随便装了几件衣服和泡泡的所有用品，给泡泡套上狗绳等待。泡泡是只狗，我收养的流浪狗，今年1岁半。要走也没多少不舍，我对沈乔本来就没什么感情，不过是老板和打工人的关系罢了。唯一不舍的是沈家奶奶，但我不知怎么跟她开口解释。从客厅朝外望了一眼，保姆正扶着植株，奶奶用我给她买的小象水壶浇水，高兴得像个孩子。客厅门打开，沈乔看到的是已经收拾妥当在沙发上等待的我，微微点头。她一向喜欢我的识趣，我吗？拿钱办事，自然不会给她找痛快。我细细看了协议，里面没有对我不利的条款，看来沈乔还算诚心，她一向舍得为温晨宇花钱。我写下名字，再次抬头才发现温晨宇就站在沈乔身后。她温婉美丽，穿着洁白优雅的连衣裙，脸上露出浅笑。我注意到他脖子上点缀着一条蓝色钻石项链，当初沈乔刚把这条项链拿回来时，奶奶说肯定是送我的。虽然是个替身，但是沈乔对我一点浪漫也没有少，时常送我些鲜花和珠宝。何况这条项链对我而言有特殊的含义，是我家破产前妈妈设计的最后一条项链，我也以为是送我的，所以当奶奶笑着给我戴上时，我没有拒绝。但等奶奶离开，沈乔立即给了我一个巴掌，没有防备的我被大力裹挟到地上。我从没见过这么生气的沈乔，戴这条项链你也配？我早知道我只是个替身。大学时，饶是整天只顾兼职赚学费的我，也听过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最后，他们的故事以温晨宇出国，沈乔不得不留在国内继承家业告终。但泥人尚且有3分血性，沈乔也太过分了，被侮辱人格可不在协议里面。但想想欠的债，我还是忍了下来，只能安慰自己，资本家哪有好伺候的？这就是杜染吧？温晨宇微笑着看我，挽上沈乔的手臂，头往他身上靠，歪头看我，眼里满是挑衅。好巧啊，你长得和我真像。说着伸出一只手，不就是暗示我只是个替身吗？我没有回应他举在空中的手。他的脸色有些尴尬，沈乔也有点不高兴，反正我也不干了，不伺候了，走了。拖着行李箱正要走，奶奶从后院回来了。阿乔回来了，看见我，奶奶眼前一亮。哦哟，遛狗还带个行李箱呀，玩什么新花样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欺骗老人家，冉冉要去朋友家玩2天。沈乔解决了我的困难，他一边说着一边自然地去扶奶奶，去玩把泡泡也要带上，那谁来陪我？奶奶看了一眼沈乔，耍性子推开他的手。温晨宇见状连忙上前，奶奶你好，您可以叫我小雨，不嫌弃的话这几天就让我来陪您吧。奶奶接过保姆递过来的拐杖，用拐杖轻轻扶开温晨宇。你是谁呀？我为什么要不嫌弃你？温晨宇被扶了面子，但不好发作，露出求救的眼神看沈乔。沈乔却没注意到他的眼神，只看见奶奶委屈的小表情。沈乔父母早亡，是奶奶将他带大，所以奶奶是他最重要的亲人。之前他们俩在一起时，沈乔满心满眼都是温晨宇，他大概没有受过这样的冷落吧。委屈的喊了声阿乔。沈乔回过神来，对他笑笑，奶奶跟你开玩笑呢。然后就哄奶奶回房间休息，留温晨宇和我两人待在客厅。你在得意什么？你应该很清楚你只是个替身吧。我没理他，拖着行李往门口走，心里有点鄙视沈乔的品味。听说为了这条项链他还打过你，你应该很嫉妒吧。听见这话我停下来，回头见他一脸得意，戳到你的痛处了。我轻笑出声，你还不知道你戴的这条项链是假的吧。温晨宇呆愣了下，露出不相信的神色，随即又恢复了自信，笑着问我，你觉得我会信你吗？你挺聪明吗，用这种事情来离间我和阿乔。我有点无语，但他这样想也很正常，毕竟沈乔也不知道那条项链是假的。这条项链我找了整整5年，这是妈妈死前耗费心血设计出来的，承载着她对妹妹和我的爱。当年我家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妈妈设计的所有珠宝都不得不拿去抵债。妈妈受到打击，当天大出血，没能抢救过来，带着没出生的妹妹离开了。爸爸悔恨自己的冲动投资，也跟着去了，我就没了家人。我也多希望可以像爸爸一样逃避，但我知道不可以。我不怪爸爸的选择，但我知道如果是妈妈，一定会坚强地活下来，所以我做了和她一样的选择。本来父母欠下的债务，子女没有偿还义务，爸爸那些生意伙伴们也没有来找我。可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已经离开了，还要背负着这些债，一直在努力赚钱来还债，所以我在沈乔找我时立即同意了。
虽然沈家人不知道我的身世，但身边熟悉一点的人都知道我在找这条名叫木星的项链，这也是我和奶奶一开始为什么以为是送给我的原因之一。但今天离得近了，仔细一看，假的。也好，我对这个地方最后一点遗憾没有了。沈乔很守信用，第二天就把钱打在了我的卡上，还完债还剩几千万。我带着泡泡去了好多地方，泡泡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我们去了海南，泡泡第一次发现了游泳的快乐，但他最开心的还是那些漂亮的泳装小姐姐会一边夸他可爱一边摸他的狗头。我们去了长白山，在那里泡泡第一次看见雪，冻得小脚冰凉还是不肯进屋。我们去了草原，泡泡跟小羊玩得很开心，但吃起羊肉来一点也没有嘴软。我们一起去爬山，我以为他会先不行，结果是我先服输了，决定坐缆车。我在网上精心挑选规划的行程，全都是可以带狗狗的，选的酒店全都是宠物友好型。我们一刻也没有分开，泡泡从没有比现在更开心。从前沈乔不喜欢泡泡，只要他在家时泡泡都不能和我睡，如今没了他，我倒是自在多了。奶奶也终于接受了我和沈乔已经分开的事实，但她总是给我打电话，非要认我当干孙女。听说这时候温晨宇马上找我，杜然，你还要不要脸？你们都已经分手了，为什么还要通过奶奶和阿乔纠缠不清？沈乔也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杜然，你可不可以有点职业道德？你别这样，晨宇会误会的。我可去你的吧，我都没职业了，你还跟我讲职业道德？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们，奶奶本来是想认我当干女儿的，我一看这不合适，我不好意思真打前金主爸爸的脸，婉拒了，奶奶才又退而提出了当干孙女。他们一边给我施压，一边又搞不定奶奶，最后还是我给奶奶寄了礼物，又打了好多电话哄她，告诉她我们即使不认这个关系，我也会想着她的。老人家这才作罢不闹了。七月初九是沈家奶奶的生日，为了不和沈乔出现在同一场合，我没打算出席，只是提前给奶奶准备了生日礼物。但沈乔的堂弟给我发了条消息，我不得不赶回来参加生日宴。他说木心在他那里。沈乔的堂弟叫沈梦泽，是大学时低我一届的学弟。我找了木心这么久，没想到被他买了。说来也是不巧，去年我在一个珠宝设计论坛上认识一个人，马甲叫林夕。最初聊得来是因为他一个喜欢妈妈的设计，但深谈之后发现我们的品味真的很像。我们一起讨论珠宝，讨论设计。几个月前他突然告诉我有木心的下落了，但那时候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请林夕帮我拖住卖家。后来我以为是沈乔买了，可是林夕很笃定地告诉我还在卖家手里。那时我就断定沈乔手里的是假的，然后开始拼命筹钱。当我刚和沈乔分手后第二天，终于钱够，却得知木心已在前一天被人买走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想到原来是被沈梦泽买走了。记得我离开沈家那天，他还给我发了条消息，听说你和我哥分手了。这句话夹杂在诸多得知我们分手消息的问候中，我全都没有回。我知道这些问候是不怀好意的。我没几个朋友，但我和沈乔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当初我们在一起时，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替身，都等着看笑话。得知分手，怎么会不来奚落一番呢？我以为沈梦泽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委屈巴巴地说，本来那天就想把项链给你，结果你一直不理我。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得陪我去参加奶奶的生日宴会。去就去，为了还债，我都可以当沈乔女朋友两年，何况只是陪沈梦泽参加个宴会。当初温晨宇出国后不久就有了新的男朋友，沈乔知道后没说什么，只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三天的酒，出来后胡子拉碴，眼睛血红。那天以后他对我的眼神里除了迷恋还透露着疯狂，他要求我只能穿温柔系的裙子，只能按照温晨宇的风格去打扮自己。温晨宇回来后问我要不要脸，笑死，一开始就谈好的价格，我凭本事赚钱，为什么要说什么脸不脸的？难道我还要因为不好意思这钱就不赚了？饶是我按照沈乔的要求去扮演他心中的爱人，他也常常羞辱我，似乎要把对温晨宇爱上别人的恨意转移到我身上。我知道沈乔骨子里不是什么好人，可我也是真的感谢他，感谢他给我的工资。虽然感激他，但如今既然没有金钱关系，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不过为了木心，我就再去趟一趟浑水吧。说是宴会，但奶奶近些年来越来越不爱大操大办，所以只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罢了。这也是我一开始拒绝的原因之一，他们一家人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既然答应了沈梦泽，就安心去吧。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是知道奶奶思念我，想给他个惊喜吧。正想着，沈梦泽来接我了，看见我时他眼睛一亮，湿漉漉的，像只可爱的大狗狗。姐姐今天好像和平常有点不一样了，她平常都叫我嫂子，今天头一回换了称呼，我稍稍有点不适应，叫我杜冉吧。好的，冉冉。正愣了下，我突然想逗逗她，那是今天好看还是平时好看呢？她当时耳朵红了，低头小声说，都好看，但今天更像你自己。她这话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沈乔霸道，我平常只能穿那些温柔风格的衣服，美则美矣，但根本不是真正的我，大概是变化太大。上了车，沈梦泽还时不时偷偷瞥我一眼，看得我也忍不住照了好几次镜子，我今天真的有这么不一样吗？要不是我知道沈梦泽不喜欢女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对我有想法了。和沈乔在一起这两年，我知道他这个堂弟拒绝一切女人的接近，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心里有人了，但奶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这孩子肯定不喜欢女生。我当时还被奶奶的新潮和开明吓了一跳，一般长辈很难接受这样吧。奶奶却无所谓，这有什么的，他爱喜欢谁喜欢谁呗。他还调皮的食指碰唇，帮他保密哈。他眼里的狡黠我现在还记得，真是个80多岁的老顽童。大概是行车过程太过无聊，沈梦泽一直没话找话。冉冉，听说你和我哥。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继续问，你们是为钱在一起的？我爽朗一笑，这事本就不是秘密，好多人都知道。是啊，他一个月给我30万的工资。冉冉，你看我可不可以？他一边开车一边吞吞吐吐地说话，还时不时地扭头看我，我都快急死了，这样开车也太不安全了。平时他出行都是司机开车，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司机没来，是沈梦泽一个人来接我的。我接过话头，你可不可以？什么？他有些惊讶，我打断他的话，你可不可以认真开车呀？开车分什么心？道理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被我一说，他气鼓鼓的不再理我，我好像也没错说什么，不就是正常提醒他吗？生的哪门子气？好在他不像沈乔，沈乔爱开斗气车。知道温晨与恋爱那天，我们正在回家路上，那天是周末，司机请假了，沈乔开车带我和泡泡去公园。回家路上接到了温晨宇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温晨宇脑子里在想什么，恋爱就恋爱，还要向前男友汇报一番。电话里察觉到沈乔不高兴了，他还试图挽回。阿乔，我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我需要一些温暖。好家伙，被他安慰完，沈乔更生气了，一路飙车回家。那天到家时，我被吓得手心都掐出了血痕，下车时的脚步已经屈服，当时就想不干了。但是正如每一个想离职但还是屈服于现实的打工人一样，我后面还是为钱服软了，只是从此沈乔开车我是能不坐就不坐。从回忆中回神，我看向旁边那张虽是堂兄弟但和沈乔丝毫不像的脸。再搭话，沈梦泽也不理我了，但车还是开得稳稳当当。终于有个情绪稳定的沈家人了，我想着迷迷糊糊陷入了睡梦中。醒来时车已经停在沈家别墅了，睡姿不好，我感觉嘴角有点湿润了，有些不好意思，我手忙脚乱地找纸巾，但今天出门急似乎忘记带了。忽然修长的指节伸到我的面前，是沈梦泽。擦嘴时他礼貌的没有看我，而是望向窗外。处理好后，我有点抱歉地问他是不是等了我很久，他好像已经忘记了刚刚车上的事情，笑着告诉我并不久，然后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答应你的。我轻轻抚摸着盒子，微微愣神，尽管我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打开时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上一次看到他时妈妈还在，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欣赏这条项链，满心期待着妹妹的出生。谁知第二天后家里就出了事，一别就是永远。翻开盒子，项链很美，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承载着妈妈的爱。要戴上吗？他看向我，眼睛里是温和关切的光。可惜了，喜欢男的，不戴我舍不得。妥善说好以后，沈梦泽帮我开了车门。下车后我才发现，尴尬的是沈乔的车就停在旁边，我都已经做好互相无视的准备了，结果刚下车就被对了句。温晨宇和沈乔两人大概是看见沈梦泽的车想停下来等等他，但没想到副驾驶下来的会是我。这是沈家的家宴，你出现在这不太合适吧？是吧，阿乔。温晨宇挽紧了沈乔的胳膊，笑得温柔。沈乔倒是没说什么，只冷冷扫了我眼，目光一向沈梦泽，开口就是指责的语气。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我正要唇齿反击回去，沈梦泽前跨一步绊挡在我面前，刚刚在车上的温柔一扫而空，讥诮地看向两人紧挽着的手。堂哥可以邀请温小姐，怎么我就不可以也邀请女伴吗？比起温小姐，奶奶会更希望看到冉冉吧。看着沈乔吃瘪后薄怒的表情，我心里暗笑，沈乔最喜欢在这个堂弟面前摆谱，平时沈梦泽都挺给他面子的，不知今天怎么就和他硬刚上了。突然脑子里有个大胆的猜测，虽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沈梦泽今天要求我陪他来，不会就是为了故意气沈乔的吧。沈梦泽转头又换了副神情，温柔地给我引路，走吧。进了屋，沈家奶奶看见我果然很高兴，连拍了沈梦泽肩膀好几下，还是你这个小子行，我就知道你最行，把我最喜欢的冉冉给我带回。听着奶奶的话，我没忍住笑，奶奶还是这么可爱。当初奶奶在我这里沦陷的时候，就对沈乔说，还是你小子行，我就知道你最行，给我找了个这话术都没改过。奶奶对我和沈梦泽眉开眼笑，反倒是对后面进来的沈乔淡淡的，我知道奶奶肯定还在生他的气。无视了温晨宇温柔的一声招呼后，奶奶拉着我的手，哎呦，我就说我孙媳妇还是穿亮点的颜色黑的灰的，一点朝气都没有。温晨宇今天穿的恰好是一身白裙，此时咬住了唇，泫然欲泣。沈梦泽还补了一刀，没看在他们两人的神色，奶奶假装生气的拉着我跟沈梦泽走了，还悄悄对我眨眨眼。奶奶的儿孙们总觉得她年纪越大脾气越古怪，喜欢生气，喜欢不理人。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奶奶只是像个小孩一样，希望有人哄哄她，有人陪陪她。这些儿孙们除了去世的沈乔父母外，其他人从沈梦泽的父母，也就是沈乔的大伯到沈梦顺。但是怎么说呢，有钱人的孝顺似乎总是少了些人情味。他们给了奶奶最好的生活条件，逢年过节给奶奶买最好的礼品，请了最好的人来照顾奶奶。但是办，这也是为什么奶奶这么喜欢我。还记得奶奶生病那段时间，沈家这些孙辈们推掉所有商界的活动，来到医院给医生施压，但却钱只有我，每天和护工一起没日没夜的照顾奶奶。奶奶不爱吃饭的时候，他们把做饭的保姆换了一茬又一茬，逼迫他们不停地去尝试新菜式，但没有一个人去真正了解一下，奶奶是因为不开心、孤独、寂寞才不愿意吃饭，而不是饭菜不可口，玩着游戏哄她一口口吃掉饭菜。他们知道奶奶爱花，从世界各地给奶奶找来各种珍稀花种，但奶奶种花本就是为了打发孤寂的使奶奶种一株花，反倒是只有我一个外人给她陪伴，陪着她做她爱做的事。除此之外，我还教她打麻将，教她画画，带她看童年时没有看过的小人书，带她一起给狗狗洗澡，小人书上的字太小，为此奶奶还特地买了个放大镜，天天早上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起看书。到后来奶奶对我无比依恋的时候，她任性起来，也只有我一句你今天再不穿好外套，下次我不陪。最近听说温晨宇回来以后，沈乔怕他和奶奶两看相厌，惹奶奶生气，就迅速搬了出去。殊不知这样才是真正伤了奶奶的心，现在别墅里就奶奶一个人住着，虽然保姆园丁很多，但奶奶把我和沈梦泽拉到一边后支走她，心疼的拉起我的手。今年倒是没我什么事了，饭前我闲得无聊，走到花园散散心，看见那天和奶奶一起移植的那朱月，我正瞧着月季发呆，突然手腕传来一阵剧痛，扭头一看是被沈乔狠狠扼住了。你什么意思？为了气我跟我堂弟眉来眼去的？我有点无语，沈乔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大病在身上，现在没了钱我是真的忍不了他。你有毛病吧？跟你有关系吗？他扯住我的手腕用力往后拉，惯性把我甩到他怀里后一把抱住。你希望通过这样来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吗？我使劲挣扎，想骂他又怕激得他更加过分。你可以继续待在我身边，但不要让陈宇知道。神经病！我头往后狠狠一撞，磕到他的下巴，自己也磕得脑瓜子嗡嗡的。
但好歹终于挣脱出来了。我忙往旁边再挪了几步，跟他保持距离。他吃痛，站在原地，深深凝视我。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可以再给你。不要了。没说出的后半句是，我赌了沙特，现在已经比你有钱了。他咬咬牙，你对我没有一点喜欢。我是感激他，但感激和爱是两码事。我很清楚他不是个爱情上的良人。现在他又来这样，气得我用他当初的话回他，不是你说的吗？我就是个替身，不准肖想你的爱，谈钱不要谈感情。他气急，又要上前钳制我。我有点后悔惹怒他了，虽然我和他现在有几步的距离，但男女体力悬殊，我何必逞言语之快呢？但他还没碰到我，一个宽厚的背挡在了我的面前，是沈梦泽。他一拳打到沈乔的额角，声音里全是怒气。哥哥，我敬你一生，再叫你一次哥，但下次你再欺负冉冉，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把我带到一旁后，他低头跟我道歉，对不起，今天把你带来却没保护好你。看着他在我面前毛茸茸的头发，湿漉漉的眼睛，活像只做了错事的大狗狗，让人莫名想揉。本来就不关他的事，但看见他愧疚的眼神，莫名就有点感动。饭后送我回去的路上，我提醒沈梦泽，对了，你要是有时间多陪陪奶奶吧。奶奶看着整天乐，我看沈梦泽是个听得进话的，才愿意跟他多说两句。像沈乔，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他，与其掏空心思去想给奶奶买什么东西，不如实打实的陪陪他，换来的却是他的白眼和不屑。你懂什么？你不会以为你靠这张脸能把我哄开心，就也能懂得怎么哄我奶奶了吧？沈梦泽听了我的话有点意外，感激的看了我一眼。好，一定，真好。沈梦泽是听得进劝的，但我知道他能做的也很有限。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主动要求去打理外地的公司，一年只能回来几次，也陪不了奶奶几次的。但我没想到的是，为了陪奶奶，他又回到了本地的公司总部。自从参加过生日宴后，我又开始常去看望沈家奶奶。一来是反正沈乔他们已经搬出去，我也没什么好避嫌的；二来是那天询问了保姆关于奶奶的近况，才知道奶奶时常一个人呆坐，也经常不好好吃饭。我实在是心疼她，所以想有空多带着泡泡去看看她。但没想到每次都遇到了沈梦泽，我终于忍不住问他，这才得知他已经调回本市的总部公司一段时间了。我摇摇头，沈乔从前就将这个堂弟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现在怕是压力山大了吧？但是跟我这个前女友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天无意中又说起沈乔，奶奶摇摇头，阿乔哪都好，就一点不好，没能给我讨个喜欢的孙媳妇回来。说罢又开始傻言傻语，我真想再生个孙子娶冉冉。我被奶奶荒诞不经的话逗笑，沈梦泽却红了耳朵，这不是有现成的孙子吗？你，奶奶摆摆手，你不行。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想起了他的那个秘密，对视一笑。沈梦泽却很莫名其妙，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奶奶还拍拍他，笑得神秘，放心吧，你奶奶我很开明的。我觉得沈梦泽越来越不对劲了，他虽然说是有空才来陪奶奶，但是怎么这要抢，每次去我都能看到他，更别说还有我没看到的日子。那天我带着奶奶做蛋糕时，他倒是不在，都已经做到一半了，他却匆匆赶来，拿着公文包，西装衬衫也还没有换下，明明一看就是刚从公司赶回来的样子，他却说今天刚好有空来陪陪奶奶。我搞不懂，那天还好带了泡泡过来。做好蛋糕准备回家时，外面下起了暴雨，是大到开车都不安全的程度，我们只好留下来过夜。奶奶这里房子大，有的是房间，我之前搬走的时候留了些衣服没带走，温晨宇想扔却被奶奶极力反对留了下来。沈梦泽最近也常在奶奶这里住，换洗衣物都是有的，刚好保姆还请了两天的假，现在家里就我们三人一狗。我倒是觉得没什么，本来就在这里住惯了的。奶奶却乐得笑开了花，这下你们想走都走不了咯，全都留下来陪我。半夜我有些渴了，到楼下厨房倒水，隐约看见客厅里沙发旁边有个人影。从前沈乔不许泡泡进房间，所以泡泡习惯了在客厅的地毯上睡觉，现在沈梦泽就蹲在泡泡身前，轻轻地摸着他的小脑袋。泡泡已经舒服地把肚皮翻了起来，远远地看见了我也不起来招呼，我站在后面轻轻望着他们，觉得他真耐心真好。可惜了，他喜欢男的。没想到沈梦泽后来直接在沙发上睡了一夜。早上我是被奶奶拍门叫醒的，奶奶的声音很急，透着无措，阿泽他怎么在沙发上睡了，怎么也叫不醒，身上还很烫，坏了，不会发烧了吧？我赶紧跟着奶奶来到楼下，就看见沈梦泽穿着昨晚的衣服，随意地躺在沙发上，脸红扑扑的。我一碰，发现他的额头烫得吓人。家里有常备的退烧药，奶奶去找药的时候，我去房间搬来被子给沈梦泽盖上。低头掖被角的时候，他突然抬手揽住我的脖子，把我拉低，温热的气息呼在我颈间，有些痒。他无意识地在我耳边呢喃：“冉冉，冉冉。”我轻轻解开他搂住我脖子的手，倏的一下脸变得很烫。我甚至不敢再看他一眼，冲进了洗手间，将冷水泼在脸上。他不是喜欢男的吗？为什么要叫我的名字？难道我把他掰直了？下午时，沈梦泽已经差不多全好了，奶奶不禁感叹，小伙子身体就是好。不知怎么，现在听着这种正常的话，我都禁不住面红耳赤，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见沈梦泽好了，我想带着泡泡撤了，却被奶奶硬留下来，说想吃我做的菜了。网上订的蔬菜肉食到了，我正要进厨房，却被沈梦泽先我一步进了厨房，我也被奶奶硬推了进去。冉冉，快去帮忙，平时我做菜时最喜欢跑来捣乱的奶奶，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居然不来，光留我和沈梦泽两人在这方小小的厨房。沈梦泽做饭得心应手，无比娴熟，我倒是成了旁边打下手的，切肉包蒜择菜。明明是富家少爷，从小家里就有保姆做饭，沈梦泽怎么这么会做饭？正想得出神，沈梦泽出声说了什么，我偏过头去，正好看见他完美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头下小片阴影，他的唇一张一合在说着什么，应该很软吧。冉冉，我终于彻底回神啊。他耐心重复，我说冉冉喜欢吃辣点还是不辣？辣吧。说完感觉脸上又开始热气上冲，手上却忽然传来一点刺痛，果然切菜是不能分心的。
一个小伤口，血都只出了一点点。沈梦泽却比我还急，找来药箱，仔细消毒，温柔贴上创可贴。本就尴尬的气氛在吃饭时上升到了顶点。奶奶淘气地点着桌上的菜，这是我爱吃的，这是然然爱吃的，这是我爱吃的，这是然然爱吃的。好了，一半我爱吃的，一半然然爱吃的。刚刚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没注意，现在低头一看，果然辣子鸡丁、鱼香肉丝、水煮肉片，一半的菜是我爱吃的。我看向沈梦泽，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我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半夜。今夜我不渴，但还是鬼使神差地下了楼。客厅里，泡泡的身前依然蹲着那个身影。泡泡真是个没良心的小家伙，有人陪他，看见我来了他也不理。但沈梦泽不知道我来了，他刚好背对着楼梯。我正要咳嗽一声打破这安静的时候，沈梦泽说话了。他是在和泡泡说，泡泡，我真羡慕你，无忧无虑的，每天可以陪在主人身边。泡泡，我以后给你买好多玩具、骨头、罐头，天天带你出去玩。泡泡听不懂话，但对这几个词是非常敏感的，高兴的哼哼唧唧。沈梦泽继续说着，泡泡，那我当你爸爸好不好？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沈梦泽倏地站起来，手脚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放。我确定了我的猜测，于黑暗中一步步走近他。你听了多少？你别误会，我们男生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的，互相想当爸爸。泡泡哼哼了两声，小家伙似乎对被归为男生有点不满。我笑着逗他，可是泡泡是小母狗啊。我，那你到底要不要当泡泡的爸爸？他猛然抬头看我，眼睛在黑夜里亮晶晶的。到他送我回房间前，我已经得出了结论。他的唇确实是挺软的。后来沈乔来找过我一次，给了我一个盒子，我不要，但他非让我看一眼再拒绝。盒子包装的很精致，我打开了，里面静静的躺着那条项链，假的那条，我一眼就看出是当时温晨宇戴着的那条。先不论真假，送了别人的又拿回来送我，我觉得有点恶心。当初我找这条项链找了好几年，连沈梦泽都知道，沈乔却无动于衷。终于找到木星下落的时候，我钱还不够，但我真的很怕错过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我找沈乔借，当时我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试试。但沈乔给我的除了不借的回复外，还有极致的羞辱。我说完想借钱后，沈乔笑了，猛然靠近我，伸手揉我的头。看他亲密的举动，我以为他会答应，可他只是轻蔑的看我，你就是个替身，凭什么也敢向我提要求？我当时羞红了脸，嗫嚅辩解，我只是想向你借，我以后会还你的。借？你是想卖吧？记忆中的他和现在这张脸重合起来，现在面前的他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冉冉，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这条项链，送给你，原谅我好吗？他说着取出项链要给我戴上，我后退一步，不必了，既然已经送给别人了，就别再拿回来了吧。如果你介意温晨宇，我可以和他断了。我没说话，心里却把他骂了108遍。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没我了？他语气有些不悦，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的心里是从来没有过你。沈乔，好聚好散吧，交易已经结束了。说完转身，刚走了几步，沈乔在后面大喊，那你把钱还给我。我真的被无语住了，但我也不想跟他扯皮，明天打给你。那天听说后来沈乔开车撞树上了，副驾驶的温晨宇也受了轻伤。听说消息的时候，我摇摇头，跟情绪不稳定的人在一起真累。那天他们去医院检查，却意外查出温晨宇已经怀孕2个月了。得到消息后，不知是出于责任心，还是来自温家在商界给予的压力，总之沈乔娶了温晨宇。他们结婚那天我们没有参加，因为我带着奶奶在海南晒日光浴呢。